其实杀不了我。Vito， sorry，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你拉进这一趟浑水里面。我说过，不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但我这样是不是很自私啊？我都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，只顾虑到自己的心情。在爱情面前，没有人是不自私的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超有挫折感的。我昨天看到女生，我真的觉得她长得好漂亮，然后身材又好，又看到她跟吴子健这么亲密，我就觉得好像听到拳击场的钟声，像是我输掉一场又一场的比赛。在爱情里，没有输赢，没有规则。真正的爱情会让你变得更美好。你只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小心！有玻璃你都没有看到吗？这样撞上去很危险。来，妈妈看有没有受伤。如果我迟到的话，那边有人扣我薪水啊！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笑什么啊？想到一个有趣的人，让我印象深刻。没事，走吧。嗯。阿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哇，是。这个小女生是谁啊？啊，伊哦，恁大表哥的朋友的查某囝啦，啊，叫做喵喵。喵喵。喵喵，你在画什么啊？阿姨就伫个给我看伊画的画啦。哎，珊珊，你甲看，这哦，伊妈妈啦，啊，这就是伊啦，有搞无？嗯，够厉害。喵喵，你妈妈好漂亮哎，跟你一样漂亮。谢谢姐姐。谢谢。你很漂亮啊。谢谢。姐姐，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Wednesday。Wednesday 的英文我有学过，是星期三。阿内哦，你陪喵喵在咩家？好，阿妈来煮饭。好，喵喵，阿姐姐陪你玩。哈，阿祖哦，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哦。好，你要乖乖的哈。只要好，只要好。来。好。喵喵，你也可以画一个我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后面有一个画错的。哦，这个也很漂亮耶。本来要画一座山，不小心画成这样。嗯，这个山很漂亮啊，你会画画。哎，喵喵。嗨，子健叔叔。你刚回来啊？对啊，我找到工作了。谁这么有勇气敢雇你啊？就临时工，算钟点的。哎，你既然是接钟点工，嗯，那你明天要不要陪我去个地方？明天，我算钟点费给你。好啊，我后天才开始工作，明天给你3个小时。可以，3个小时就够了。好，喵喵，我看，你看这个我好美啊。奇怪，灯怎么亮着？老婆，是我。什么是你？我就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也想要好好跟你道个歉嘛。哇，这先放着哈。哎，老婆，你看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花。你有跟我说过。
百桔梗是象征纯洁而永恒的爱啊，对不对？老婆啊，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也很常吃烛光晚餐吗？那时候就算是在我办公室里面吃便当，我还是要点起蜡烛，说这样气氛比较好嘛。那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只要有你在，到哪气氛都好。后来我们结了婚，到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，那些梦想都慢慢实现了哈。真的很希望能够继续完成其他还没完成的梦想，拥有我们的孩子，创造一个很快乐的家庭。这些梦想本来都可以实现的，现在全部被你给破坏光。我知道当时是我没有尊重到你，但我也没想到Cindy 会故意在我们之间制造冲突啊！我也真的很后悔，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，跟他保持距离，造成这样的误会。但我发誓啊，我跟他真的是清清白白的。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，请你离开。老婆，你真的要相信我啦！那天我会跟他同时间在厕所，也真的是意外啊。吴子翰，我记得我好像没有跟你说过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你们两个又见面了。对，但我跟他见面是想要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啊，因为他的说法跟实际发生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异，所以我想要问清楚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啊，然后好继续编故事来哄我，是不是？老婆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当天是因为我不想要我们见面的事被你知道，怕又造成你的误会，所以躲进厕所，就没想到你也要进厕所，所以我们才会躲进同一个厕间啊。你们又来了，又是做了怕我会生气的事情，所以故意瞒着我嘛？老婆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。请你离开，老婆，我不要碰我，你不要逼我，逼我拿出离婚协议书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跟你离婚了。老婆，我们再怎么吵架，也不要提离婚这两个字，好不好？我好累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走。老婆，对不起啦，我不要这样。走！好，我走。我说真的很庆幸我们搬出来了，才能那么悠闲哦。Cheers， 300套的订单哎，我老公真的是超厉害的。要干嘛？我要吃牛排。起来。干嘛啦？哎呀！你不是叫我做家事吗？不是叫我做家事吗？我就做给你看，你有什么都会，最会做家事了。
姐，来坐。今天想喝什么？都好。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找我出来？怪怪的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啦，就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嘛，然后想说很久没有跟你一起喝一杯啦，所以找你出来聊聊天。是哦，但自从你跟吴子翰结婚之后，你们两个就常常腻在一起，已经很少找我吐苦水了。今天怎么啦？啊，吴子翰嘞？子翰打给你不接啊？不想接。